不需要多介绍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话说刚才我来到现场，然后要进来后台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一些经过的一些 shoppers Trust 的顾客，他就问了其中一位我们的保安姐姐阿姨，问他说：“哎，边个嚟呀？”韩国的欧巴来唱歌啊！韩国那个欧巴叫什么名啊？王子健。哦，真的，我们真的很少韩星来到马来西亚，要谢谢 Charles 来，把他带到了这边。那我们真的要让黄志烈 feel 到我们马来西亚人的热情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合作一下。我们一起 crossover， 用最特别最难忘的方式把他请出来。对，那我跟梅艳呢各自会 cue 带来一件事情。没错，听着，我讲欧巴，你们要讲黄志烈。 OK， 那我讲欧巴，你们讲啥？哎呦，被我 like 了呀，很聪明耶，明白吗？我讲的时候叫做黄志烈，他讲的时候你们要讲沙浪嘿，就是这样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我们试一次哦。欧巴，黄志烈。欧巴，沙拉里。欧巴，黄志烈。欧巴，沙拉里。欧巴，欧巴，把舞台交给黄志烈。
是多么他们准备天气热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热，因为我有你们。我真的不热。我们很热。这个很吗？厉害，厉害，你怎么厉害？
真的不认。我真的不认，因为我有你们，真的不认。这是这个不喊，这个水，这个是你们的爱。谢谢，你们开心吗？开心。我也，我更开心。现在，我唱歌很多唱歌，因为你们，哎呀，中文不好。我但是我学习中文，两天，七号、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七号两天我学习中文，中文书我学习中文，服务员买单有刷卡吗？我中文中国的书我学习中文，你们有什么特长？我会踢足球。你们明白吗？明白。我越来越中文很好。好，下一首歌，我的韩国的新专辑的歌，没听的歌。
1, 2, 3, 4.